世人常说阴门披甲，行走阴阳，通晓鬼神。小海师傅，您会驱鬼吗？子时夜半一线牵，天地相逢阴阳间。你们家春晓的魂儿，只有他能看见。观香问路十千里，逢迈通玄山。您真的要从后山走吗？三山开路，五窍封门，三重阴阳见青天。黑灰主凶，白灰主吉，此事已了。西南大道，一路前行。五行之气乃生气之别，行则万物发生，败则藏污纳。正所谓鬼不缠人，人自缠；神不动人，自善。